位于西半山的香港花园，前林坚道和坚巷花园，所在地势较高，铺遍拥有开扬的都市景致，低层单位近望翠绿花远景，而中高层更可以俯瞰维港美景。香港花园属于较早年落成的物业，建有一座，户户向东北，提供约107个单位，一类为实用面积1900几平方尺的大户，24房连主人套房开置，所有单位均配置露台，方便赏景。另外顶层单位连天台。物业基座为多层停车场，10分钟车程时间可以抵达中环核心商业区，经西隧过海亦相当便捷。步行至就近的坚道和医院道，有巴士和小巴途经，提供前往中环、铜锣湾等路线，亦有小巴接驳港铁西营盘站，为出行提供便利。前方的坚道花园设有儿童游乐设施，亦提供舒适的休憩空间，可以平衡身心。物业纳入小学11号校网，中学属于中西区，富有名望的英华女学校正位于物业的后方，连同附近多间港岛名校在内，是不少家长的心仪之选。